看这个孩子站得多好。妈妈，等会回家，我自己走路。自己走回去吗？为什么？我想你的话。妈妈给你请看我的种子，一头种子，一头小娃子。Cherries 是什么？樱桃。哦。樱桃，樱桃 ，Cherries。我是天籁，天籁。我出去看看那里的这个樱桃树的花花。妈妈，等一会儿呢，好吗，大姐？